是特地。这边有我的，我可以看到相关资讯。然后用这张图做自我介绍。一个小朋友看着一本《Linux 特工》的书，所以，然后这是一张照片，你可以看得出前景是什么。所以这件事说明了一个，第一个就是我是一个孩子爸，第二个就是呢，我是一个理工程师，就是目前是写论文，再来就是我是一个学生。那应该有在这边可以看到，应该想知道，我在帮居隐蔽那个拍。不过这边有一点要修正，就是我上礼拜一次，所以我现在不是依然是跟我的公司，我现在是不方便公司。OK， 好，那今天的讲题是Open Data D3JS， 然后一次政府的 OK， 但是这个 D3 不是这个，也不会是这个 D3，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重说啊，所以那个改过去。OK， 因为我先从这个 D 这个虚拟币的起源。带到这个 Ethernet 啊，首先就是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大概11、12月左右，参加一个叫雅虎的台湾 Open Hack 这样，然后我们四个成员可以看到下面我一个名单，然后我们去参加，我们当时要参加这个东西，不知道做什么题目，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我们经济部就有了很奇怪的广告，叫什么经济动能推进方案，我们可以看到它下面写了很多事情在加速进行中，这是我们的西游高的任务。我们看到的只有税金在加速燃烧中，因为它做41秒的广告花400万，我们生气，我就把那个主技术的那个台湾的预算，今年的预算案，整个都丢到一个 Open Spending 的网站上面。所以现在如果你去那网站上面看，它会有地图，你可以看台湾是有值的这样子。然后我们把这个资料丢上去之后，我们就这样来做，我们就这个专案，这一个 Hack Day 它的结果就做这个中央政府总预算的资料视觉化，所以可以看到这边这个视觉化，我们把所有的预算画成一个图片，然后你滑鼠移到每个方块上面，它就会秀出这是哪一个预算，它花了多少钱。啊，还顺便帮你说一下单位转换，可以看到教育部的3411亿，大约是1000多万奖金，你可以换成比利时或者冰岛，哈哈哈哈哈哈，不需要那么多钱，那时候刚好有人民币。然后我们可以再用标签做标记相关的，因为我们那时候是想说这些东西可能跟某些人有关，所以在这边，但是因为我们这个资料并不是研发区的，所以请相关人做这个分秒动作。然后所以你在下面表达你的意见，有四种状况，一种是你要删除这个预算，还有追加预算等等等等。然后我们想要知道他在重击，他的这个重击，范佐先生啊，他在这个可爱的重击啊，到底花多少钱？可以来到这个每日支出来看，我今年如果缴8万块预算，那我每一天就要缴30.63块到5万支出，其中有17.36元到军事的领域，所以他大概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拿入赚这样的钱，都花了1分钱贡献在他的重击上。然后我们也把这个东西在那个比赛结束之后，再做了一些额外的视觉化。这个其实是参考那个奥巴马他的那个也是国家预算的那个设计。我们把政府预算用那个圆圈圈代表预算的大小，然后去做一个整体的视觉化。所以你在这边可以看到越小，就是预算数量越少。然后越下面的就是它是比去年还小，越上面就比去年还多。然后左边再画出它每年的那个变化。然后这个东西你可以都想到那个演出上，然后再加些功能。所以如果今天你看到某一笔预算，然后比方说什么蒙藏委员会还花了几千万元，你可以把它分成好几处，然后跟他说这个预算到底怎么样，然后就有副本，然后你就会知道今天有很奇怪的出来在这边，你就会去关注这个东西。OK， 这是那个奥巴马他的预算总统手的那个配置啊。那其实类似的东西还很多，国外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网站，像这个就是刚刚那一个，我们每天花了多少预算到哪里的那个视觉化，其实是类似的。可以看到一个圆圈圈，它其实是代表一个时钟，左边是从9点开始到下面6点，一天工作时间。我们看到最上面那个灰绿色的那一条占最长，那个大概就是你为自己工作的时间。那接下来就是你为国家工作的时间，比方说右下角有蓝色，然后可能占了1小时，然后可能是某个项目，然后它会把我们画图上面 up 的那个把它秀出来，他会告诉你说：“哎，这是什么东西？”你可以看到中间写他说你今天花了23分钟在这个国家的军事防御部等等的。OK， 然后这个则是把整年做出来哦。你可以看到我
左边有 National Defense 嘛，那大概是在一月的一半，所以就是半个月。今年工作了12个月，有半个月是花在国防预算上。其实这以这个角度来看，大家都同意，其实每年差不多。然后像这个则是用那个垂直然后水平的方式帮你切割出来，然后这是用圆饼的方式，你可以看到左边，他们帮你算出你有5万块的 income， 然后就会有7000多块的房税啊，然后3000多块什么，然后右边就帮你分出来 national defense 啊，然后会有上多少这样。OK， 所以我看了这些事情的话之后，我们再后来看这个最原始的答案，这个是我从我们主计处抓下来的，然后你在你的预算里面的数字啊，你会发现。这个资料到底是要给谁看的？这个其实我们光看这个东西，根本不知道它是要干嘛。再去比较这个东西，就会觉得说，我的确很需要识别化，需要把东西 visualize 出来，让大家看得比较清楚，比较知道它到底是在干嘛。你可以看看这个表，就知道几乎国防部已经是最大，而且它占了1500万，才跟教育部差不多。对啊，而且看这边你其实看不太出来什么，你过去在右边这边做过看虚，但是你看不出来它的比例这样。OK。那像这样的东西，我们可能会想要做，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把它做得比较快？我们今天其实都是工程师，都是有工作的人，好来参加这个训练，毕竟就是一个假日。像刚才一姐会说这样嘛，早上9点到下午5点，我就要准备包，我中间还要吃饭，还要自我介绍什么，其实时间并没有那么多，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让我们自己工作速度更快一点，加速。我们就要使用一个比较好用的东西。那在视觉化这部分呢，我今天就是要讲给你一下这些事。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刚刚那个图标很像的东西，右下角有它的第三组的 ALP 区内，这基本上就是那个第三 JS 一个预设的蓝点，一个内耗。我们直接可以把这个改用，把这样套进去，就可以得到上一张图上的结果。然后你就可以根据它的特质画一些想要的东西。我比方说，像在这张图有每一个区块都是有样子嘛，加样子区块的单位，然后你点进去，它会放大、缩小，然后可以带出6个光。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东西去节省很多时间。如果你在实际上去第三这些事情后面往这看的话，你会看到很多好用的东西，像是这个 screw bar chart 啊，然后这是那个 bubble chart layout 等等啊，然后这是 polynomial 等等，我看把每一个点跟其他点距离做出最远的计算，然后这边就是把那个地图的资讯视觉化，就是一个每一个点，然后你实际上去点击中一个它会放大，然后像这个就是一个叫 post layout 的东西，你去拉其中一个点，其他点会。因为音量的牵绊才可以OK， 它的网站的网址是13js.org。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8个至少有12个框框嘛，然后每个框框画不一样的东西。有些我刚才看过，像是上面从右边算关键的那个什么办法的那个预算 proposal， 然后右边下面就是刚才看到的 SLA， 这边是一堆 example。它除了一些提供一些 library 之外，也有很多其他使用这个 library。做出来的网站，好，刚才也是那么，所以如果你有任何需要，就你看，我觉得这个东西很符合我的需求，就把它拿来改一改，然后找到 license 去做这样子。那其实要做任何事情就变得很快，像是这个就是那个跟刚才你看到一年下来，你会在做什么事情的那个，这是一个 example， 但不是那个例子。好，以这个例子来看，我们现在看这个，它是使用第三 JS 去画那个蝌蚪这个。然后可以看到蝌蚪这个摆动，对。然后这个东西我们实际上去看它的那个细节，我把其中一个蝌蚪稍微放大一点来看，其实它是有三个部分组成的，一个蓝色的部分是引发，然后中间绿色的部分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然后红色的部分是什么这样。那它其实是利用这个浏览器里头一种叫 SVG 的一种语言，帮你把这个东西画出来。比方说前面它画一个椭圆，中间用一个每个路径的。那个 tag 去做，然后后面只是画一条线，然后因为那个路径的 tag， 它其实可以做一些动画效果。比方说，我今天是画这样的线，然后中间三个控制点，这三个控制点就可以用那个动画的控制，就看到它在摆动，啊这样。那其实第三 JS 这个东西后，以这个角度来看，它其实就是建构在 browser 上面，然后中间透过动去操作，然后最上面只是 data， 我们把 data 喂进去，然后告诉它我今天用什么 tag 来表现这些 data， 然后活在 browser 上面。所以再讲的更详细一点，可以看到左上角我们有方群后的 D3 select all， 然后 DIB block 这样，就是我今天要在 DIB 这个 pick 上面加上排列它这样的东西，然后在下面 append 的时候到中间就是这个操作，我要把它的那个透明度加上个值，那个值就是我的 data 的那个 value。OK， 所以以这个例子来看，
我直接需要一个 example， 就是这个我在这边建的 data， 它就是一个从零到九，大概十个元素随机产生的东西，然后用刚才那个写法把它塞到DIB 里头，然后可以看到在这边设一个那个 top tools， 然后简单的看一下范例，大概就会变成像是类似像这样的东西。我这个程式再多加一个，就是让它大概0.5 秒更新一次，然后那个 render 值有所产生，然后再加一点简单的转化效果，然后就可以看到像是会是像这样的结果。OK， 那不过在做复杂一点的东西，因为刚才看到闪烁的方块，我们就会想是在做一个复杂的效果。我这边再示范一下，做一个大家可能都知道《生命游戏》这样子的一个人工智慧一个想碰到的题目。那简单的看一下，我其实也不长。我们在最上面红色的区块，我先把资料准备好。可以看到 x y 的部分从零到二十，它是一个二维正列，大概是20×20的点这样。然后资料准备好之后，在中间就是 D 3的部分，我 D 3把 data 塞进去，塞到 DIB 里设里头，然后再设定它 top 跟 left， 在 CSS 里头是 x y 坐标。然后在最下面也大概0.8秒做一次更新，透明度的动作。然后最下面有两行。可以看到一个新的地点跟点位等等等等东西，它其实就是在计算每一个点它周围内围多少的，哦，这就是生命游戏的技术嘛。如果一个点周围太过生命，它会死掉；如果它周围的生命不够的话，它就死掉。这样，那像这样的一个程式做出来的结果，大概都是像是这样子。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程式，通过对第三人称做的。啊，如果再看复杂一点的例子的话，这是一个随机产生联动的东西。我把刚刚生命游戏计算那个生命的那个部分 generalize 起来，变成一个，可以看到最上面有一堆数字，那个 set 写那个 generalize 的东西。那简单的修改一下，我们就可以做出一个移动产生器，它会动态产生移动，然后我可以在这个学画，它就动态生成。当然，这个移动并不一定有解啊，因为我只是计算每个节点周围它节点的关系，然后去随机产生。我们真的要还要再把它做的比较详细的话，我们还要加入能量函数。比方说，这个能量最大值是在这个移动流体的时候，然后再丢到刚才这个，再丢到刚刚最下面蓝色的部分，就是计算那个程式逻辑的部分的地方，加入能量函数这样子。OK， 所以我们看了一些简单的例子，就是这个 D3JS， 我可以用短短的 code 去做一些有趣的功能。那我们实际上现在就来看一下，我们怎么在这个GDB 里头去应用它。我们先从一些简单的部分开始。它不是现有的 budget， 我就直接做了一些简单的成功。比方说，这个是22K Open Data， 它这个网站，大家如果没听过，我简介一下，它就是我们说，提供一个窗口，大家可以写信来，然后告诉几个窗口说，哎，现在有哪些公司，它现在是提供22K， 然后它就把它整理出来，做出一个报表。那大家在网站上如果都看过啊，它是做成一个列表。那今天这个列表其实少了搜寻功能，我要怎么把搜寻功能很简单做进去？我现在就会。直接给大家看，我们实际上就做一个搜寻的功能在这里 ，22K.search。比方说，我今天要搜寻23，然后零，我可以滤出所有大概有到23000块的这个工作。我可以看到最下面，就是在我们在第三 JS 里头把data 塞到 code 里头之后呢，再加这样一行，这一个我们在那个 input 的那个tag 加一行 key 好的。动作，然后每一次就会去更新这些所有的那个资料，它的要不要显示的值。我可以看到这边，如果它在这个计算里头找到一个标准值的话，那它就会显示，不然就不要显示。其实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我就把这个加上去。OK。那当然这边还有一个翻译，你也可以用那个 AngularJS 来做，那他们基本上会是不太像我们的概念，不过 AngularJS 在这里。OK， 那这是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实际上在这边做。那其实第三 JS 它有很多的功能，我这边简单的列出来，包括 selection， 你可以选择用 select 去选择你要弄的，然后做 transition 啊，比如说这边移过来、出去、淡出、淡入，你可以做一些 IO 功能，包括去抓 index 的、JSON 的，然后操作 SVG 的那种，它有做一些帮助你，比方说画弧线啊、做倍字曲线等等。然后一些 layout， 像我们刚才看到那个 force layout 等等的东西，还有画地图啊、做延伸或者做 scale， 像这样的东西，我这边不会讲，大家如果有兴趣就自己去看看 API 的文字，看 WP 跟 Excel 这样。那
那我这边的话，我再秀一些有趣的例子哈。比方说，这个是台湾人口金字塔，我是参考一个国外的网站，然后做了一个人口金字塔的资料，可以看到这边可以播放。那它就会把台湾从那个1947年到2012年，大概间隔10年，以10年为间隔的那个人口资讯跑出来，然后现在到底播放，你可以看到这个人口是在一开始我们在1947年的时候是逐渐的开始有小朋友。婴儿潮爆发出来，然后维持一个漂亮的形状，但是到2012年渐渐萎缩。OK， 简单说就是告诉大家，这是一个那个少子化的时代。那这是我参考的例子，它是美国的，大概从1850年到2000年的。然后我后来有找到比较那个解析度比较高的资料，它大概是每隔5年左右，然后我加上了一些颜色的效果。做出来 也可以看到，这边大概是比较不一样的呈现方式。这是每个爸他自己去做成长，是移动。可以看到一开始，那个长得很快，然后渐渐的开始萎缩。到2000年的时候，渐渐的剩下了1/2，然后呢，然后结束了，因为现在1/2。但是我们大概就会知道这个趋势会，因为从这张图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每一个爸他都是跟着前面那个爸的趋势啊。不过这其实悲观，因为0岁的小孩。后就5岁了 ，OK。但是 anyway， 就是我们如果看到现在这个趋势，大概就是以后这个班就会慢慢飞上去这样。那下面还有一张图是把它做成圆饼图，这个趋势就是说，那我们看一下各个年龄层小朋友的比例，啊，不是小朋友，不是各个年龄层的。OK， 那也是可以看得到这个蓝色，蓝色系的部分越来越大。我本来在那个1947年的时候还。红色的部分还很大，渐渐的人口就是往老龄化的趋势去成长。OK， 那刚刚都是一些比较简单的例子，那接下来就是一些比较实际的例子，就是我们实际上在居里居的发掘有应用到例子，比方说这个是立委投票结果视觉化。那什么是立委投票结果视觉化？就是说这个立委他对某个议案投什么票，比方说打勾就是我赞同。打叉就是我反对，然后淡色的就是没有出席这样。Okay， 然后你这个例子可以看到，你看其实蓝色的大部分都是反对嘛，然后绿色的大部分都赞成，这个好像是那个什么合适的表决，然后可以看到有些人故意出席，然后有些人就还有那个刚死的就投了跟他们打不一样的票这样。这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说，这个议员不知道是哪个选区啊，当初有一个新闻在讲。然后这个就是前几场有提到的互关系图。当初会做这个东西呢，其实是有些有感。不过我们接下来可以看这张图的，一开始我这张图是从那个我看一下吧，留意那个事件，那个叫高文化事件开始展开，后来就加入一些元素，比方说，在那个爆出，那个应该是某一个学校的校长，然后某个没有礼貌事件，然后校长就出来说他什么没有礼貌，我就觉得这个应该是看他到底是在哪里。然后就去找他的新闻，然后就你可以看到他其实叫，他说马英九都白人，然后报那个苏振清的大学对吴清基发飙，然后质疑政大校长，还目击人说你倒下等等，还对那个三十四有对，所以其实可以看到这个人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有礼貌，再看一下，这是刚刚的那个。这边就是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最近那个洪仲丘的事件嘛，然后那个时候就有人在 PTT 爆料啊，弄一个很复杂的关系图这样，然后就有人建议把它做出来。不过其实我发现没有那么好做，我就简单的做了一些东西，然后后来有人帮忙把图塞上去，就可以看得出来说，这洪仲丘啊对这个旅长检举他们也上士官。然后旅长就去检查这个安卓线的内部，他就怒了，他就首先举发这个人的，他说他带智慧型手机，然后还在逼这个李念祖跟逼这个什么，另外一个在哪里，逼另外一个陈奕迅去加重这个体罚，这个陈奕迅就灌他水，然后他就死掉了，然后他几天就出来啊，干嘛，这是一个人物的关系对照，对，我想想看哦。那再来就是说，后来我就看大家都来砍价，我就觉得，那我也去砍价这样，我就发现有这个县市重要的那个统计指标，它是县市级的指标，那它是用 PCSIS 的那个
格式啦。那这个东西其实它是一个文字档的设计，然后阅读的，然后又有一个 PS 点 JS 的那个 library 可以读书，就把砍在通砍下来，在这个 PWSTAY 的这个 GitHub 的 repository 里头。然后呢，就可以看到我把它用刚刚第三 JS 很简单的方式，就用一个一个 block 把它秀出来。但是做到这一步，你就会觉得说，哎，光是这样看好像没什么感觉，我想要把它跟真正的那个地理资料摆在一起。然后这时候呢，我就发现，欸，其实有人已经做这件事情了。他从这个交通部运输研究所找到了一些资料，它是 SHTP 档，但他把它转成 TableJSON， 把那个 TableJSON 档的格式，我再把它转成 TableJSON 的格式，然后之后就把它顺利的用第三 JS render 出来。在前面有看到地图的例子，这就是用那个 library 做的。然后呢，他还把它做成那个3D 的格式嘛。再看一下 demo， 欸，是这个吗？对，是这个。Okay， 这是那个用 WebGL 把那个台湾地图做成立体的那个 demo。OK， 然后后来我还做用 SVG 版做这个东西，这个看一下 demo， 知道我讲什么？看一下，欸，基本上就是把它做成可以每个区块可以上下移动。那当时我觉得这个做的有点失败，因为最后大家看会有点头晕。那后来就想说，欸，这个东西可以利用在一个地方，就是台湾哪边有地震，那就找我找你。那个气象学资料，我们要去看气象学资料，有兴趣大家可以来看。不过目前没有公布这个。然后接下来就是说，欸，我们还需要预设来一些资料，我们可以使用一个颜色来做，但是我们还需要再加一些资料进去，所以我就把它做成甜甜圈，这个东西可以 category 这样，就代表说这个区域资料的大小。然后最后这些我们刚才这些成果全部合并起来，就变成这个东西了。这个东西也要分享给大家看。在这边，首先就是一个简单的颜色，我可以按照政党别来分。比方说蓝色就是蓝色的国民党的县长，然后绿色就是民进党县长，然后你可以切分县市级跟乡镇级。OK， 那接下来就是看我们可以选择那个某些资料把它套用上去。比方说，我今天看一个例子，就是犯罪数据是背信点上去了，然后行为有变化。当然是因为我们把资料说没有单调来看的话。用数字来看的话，白色就是背信的人最多的地方，就是台北市。台北县，然后再来就是高雄什么的啊。好，可是这样可能还不够，我们再切回去政党别，然后用我该说的那个甜甜圈，我把它秀出来，你就会看到啊，蓝色的最背信的人。再看一下汽车街道，汽车就是大家看一下那个民进党在投车的。我的话呢，很多是国民党。如果你看那个乡镇指标，又会是不一样的数据，这样。所以呢，基本上就是我们用这样的视图的话，你可以比较明确的去显现出你想要visualize 出来的东西给大家看，效果会更强。那我一开始其实想做一个犯罪地图，就是说，比方说我现在想买一个房子啊，那这附近犯罪率怎么样？我不知道。那我发现国外有这样的资料，就是可能这是 San Francisco 啦、Miami 吧，在这个区域分就比较高。那台湾其实并没有，我试着去找乡镇的级的并没有，该显示资料都是县市级。所以其实在这个情况下，就是说啊，台湾我们要做这些东西，基本上有时候是小部分会用地址去，我们要记住我们的东西，但是我们要贴它，那有些贴它并不是看得到的，也看到不到的，对。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稍微去看一下那个国家的一些通讯资料网站，那其实它这边有很多问题。那这个东西其实我在之前另外一个方面是有讲过，比方说 encoding 烂掉啊，这个 latitude 啊，还有那个全新自在的。就是比如就是坐标的原因，然后排版有不一样的，有 PR 嘛，有时间很缓啊等等啊。然后像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县市政府资料网站，它用 Excel， 然后年年的资料则是不一样的，然后每一个指标的名字又不一样。对，所以这时候就会提出一个问题啊，这些东西到底算不算 Open Data？ 其实我觉得我心目中的 Open Data 就是这样：第一个你要开放授权，第二个就是不应该收费，不需要申请，然后最好用简单读取。要购买国外软件，而且资料比较有自信，然后你还需要最基本的阅读器。之前有人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资料啊，我们该帮忙让政府去庙做很久很久一些东西。我觉得是，基本是需要，这样才会有真正一开始就是最基本的东西可以给大家看。然后还要流动能力被怎么处理，最好还要有版本资讯。OK， 那这些东西如果 summarize 起来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我们可以促进政府资料开放，也可以去想办法让它得到企业授权。那个是开放的。
等等的非常多的事情可以做，所以让一个人来去你这边，你并不是只能写实习，你可以针对这边的一个项目，实际上去做一下要达成的方向。那最后在这边就是变成我们目前的状况是这样，政府提供一些甚至是没有的资料，然后秀出来给大家看，公民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很枯燥乏味，就不会去关注政府。然后媒体这时候就会提供一些奇怪的数据，引导那个公民的关注，那就变成是大家都只能看一些有没有东西去关心，要怎么情报情报。这时候 GDP 定位就是在这边，我们把这个东西插到这一头来，政府提供的公资本法变得非常容易讨论，然后呢，公民就会因此再次关切我们政府，改善我们政府。那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回到源头来看哦，这个民主的起源啊，其实是在西元前508年，一直到2013年，这就是20世纪，大概1900年之后，土民竟然才发生，把这个阿巴内内才做出来，其实是非常短的时间。那像这样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台湾这个世界上在2007年啊，爱沙尼亚，台湾那个地球就出现了人类的第一次国家级的投票。然后也出现像 Liquid Feedback 这样子的流通民主，我觉得这算是一种政府组织的资讯革命。那以台湾来讲，从1540年开始有大陆网国，到南明、清朝到日本、RLC 出现之后呢，总统直选、首次公投，其实也是非常才近期的事情。那在这么短时间之内，我们未来是不是其实还有很多的发展可以做 ？OK，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认真去思考这个问题。OK， 那。最后就是剩下一点点时间，这个 Q&A 的时间了。那我先写了一些问题，自我回答一下。首先就是你们是反政府组织吗？这是我上次演讲完之后，有一个宝贝跟我说，你一直以为你是反政府组织，然后我亲自发现你不是，对，我不是哦。今天算是一群阿宅在这里想要改造政府，改进社会。那参加黑社会，我觉得这很重要啊。我刚才在前面为什么要讲我想来做这一点？第一个就是我想要。改进国家未来，再來就是可能会有什么危险？这其实以前本来我一开始我觉得不会，但是现在我觉得，这个其实有点难讲。大家要，然后再来就是我有一个点子啊，我怎么没有做？怎么做的？大家这大家都说，就是你来做，来加入就对了。OK， 那今天看到就到这边，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刚才有 D3JS， 那现在很多 JS 的 framework， 那它跟其他风格一起混搭开发的话，会不会有？我觉得是不会，因为我自己拿它来跟 Vue 啊、JS 啊、jQuery 啊这些，它其实是很 OK 的。OK， 那今天就到这里。